好，我们先来看这台 Yashica 35哈，那这台有这个原厂的这个皮套哦，然后它里面还有相机背带哦，相机背带，然后这台有这个原厂它还有原厂的相机盖啊，镜头盖，快门还正常可动作，可以看到哈，那可以看一下这个镜头哈，状态还不错，状态还不错。好，那机身的这个部分哈，皮革都还很完整哈，可以看一下啊，都还正常贴合，皮革侧边也是，你可以看到它现在金属外壳的这个部分，大家可以看一下这状态啊，跟底部，好，那底片是哦，从旁边这边拉开，可以看到底片是的这个整体的状况，底片是。看到这快门它正常的动作好，那以上就是这台Yashica的这个35的这个视频谢谢。